大家好，我是 Kim。今天呢，这个师兄生日，然后呢，因为师母她的朋友也有跟着一起下要庆生。最近大家知道我想要做那个改造系列，因为已经非常久没有做，于是呢，我看到她的头发真的是惨不忍睹，只好想说来帮她做一下改造。对，那现在我们先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头发的状况。这就是现在这个头发的状态，可以看到这个发质的发尾非常干燥。然后这个有自然卷哦？有啊，我有自然卷。好。然后这个有烫过吗？很久以前了。所以现在是没有烫过的状态。嗯，现在是没有烫的状态。现在就只有染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只有染这样。好，看一下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发质，其实就真的是状况真的不是很好。他本人比较害羞内向一点，所以说就是以不露脸的方式帮他做拍摄。但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希望大家如果给我改造是可以露脸，这样比较好。对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会先帮他把这个发尾的地方啊，先做一下染前的护发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虽然它只有染发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把它这个发尾干燥的地方先剪过。哎，你比较喜欢低层次是吗？嗯，都可以。因为我看你现在头发没有层次啊。哦，那就设计师剪了。设计师剪。对。好，那现在换我是设计师了。好，不要让我变成耳下三公分的。没有啦，不会这么夸张。其实那个设计师的五公分跟客人的五公分是不一样的。很久没有剪。技术还是在，好不好？稍微一点点，一点可以，差不多，可能。反正就不要变成在肩膀这里就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大概两公分了。可以。两公分以内的。今天是刚练吗？那我今天在学习啊。哦，我昨天在打包，那你在多多比较久，你在是在教我还是教我？哎，几个人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你跟你哥的声音很像吗？声音如果不仔细听，会认不出来是谁。哎，不要以为我只是摆 pose 呢，我是真的有在剪你的头发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度不要变太多，我当然就是稍微不要给你去太多长度。其实没有差很多都可以接受，你不用这么小心没关系。不会啊，不会，你小心啊。没剪好你也不会发现啊。他没有瞬间变很冷，我都不会发现。对啊。对啊。没有，你的头发都有一些角。那些角都会造成发尾的地方都会变得很厚重，然后那种厚重是会让头发看起来很没有朝气。嗯，对。帮你把一些发尾干的地方剪掉以外，顺便把一些角剪掉。发旋是在这里。嗯，对。对，那发旋在这里的话，你就是尽可能你要把它拨好。你刘海有问题，你这刘海问题很大。你刘海前面层次都完全没剪好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也是设计师剪。我靠，我剪了，不要剪的呀。给各位看一下前面这个刘海呢，问题就非常大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层次完全就不对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很奇怪。对，所以刘海是很重要的。稍微抬起来一点。剃刘海的精髓呢，就在于这个刘海的长度。不能太短，也不能太长。我先问一下，你现在这样还是觉得太长吧？太长了，就是差不多。这眉毛下面啊？不是，要在眼睛不能遮，要在那个睫毛那边啊？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睫毛。你这个表情让我有点担忧哎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用担忧，就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上完发卷之后，它会蓬起来，对，长度就会缩了。染起来应该是偏可可吧，可可色。可以。像你偏红的颜色，褪色会很橘。然后特殊色的话，因为你发质也不适合。对，所以这两个都直接淘汰。淘汰，对。然后如果你要让发质好，看起来有光泽，那一定是深色系。你原本是染什么？亚麻绿啊。哦，亚麻绿的话，
它是一开始颜色刚染完很漂亮，可是不好维持。对。那时候还问设计师说，哎，退了之后会不会变金色？他跟我说不会。不可能，你头发是细软的，你退一定会变金。嗯。对啊，细软发的头发天生本身里面的黑色素粒子就是不够。它本身就有缺陷的啦，简单来讲就是缺陷就是会导致于你的色素粒子就是比人家少，对，你的黑色素就是少，所以就容易退，对，就容易退，没有错。穿小围兜兜啊，我小围兜兜超帅，那不成是我的问题吗？这件真的蛮帅的，可以哦，不抓后排，这件很像型男大主厨的衣服，你可以这样。现在呢，就先让它停一下，吸收一下。我现在调一下染膏。你多久没有搭你成这个？你不相信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欸、不要我是好奇，我好奇哎、欸，我没有不相信，我是。不要担心，我都把头发交给你。失败是一时的而已。好。对，没有啦。这种调色方法不会失败，当然。对啊，小时候我那个水彩调的不错啊。他自己都是用泡泡染的。师母头发那么短，你头发长啊。泡泡染染剂很差。泡泡染不是不好，是说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发质使用。我等下说他不好，那个厂商直接来找我了。如果头发真的很健康，没差，有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有冷气吹，然后有人帮你染好好的。当然好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很好啊，很感谢。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这个位置吗？今天是难得师兄他要办生日嘛，那当然是我一定会把每个人都弄得很 OK 的。但可惜师母没办法来。不然可以把他也那个设计一下。设计一下，对对对。可是他短发可以做什么造型？绑一充电炮喽。最近有一部剧叫《永远的主君》，看两集，只看两集。韩国的男演员，我比较喜欢朴叙俊而已。好，其他都还好。他演戏我一定必看。嗯，女明星你喜欢谁？韩国的金多美，梨泰院的女主角，还有《鬼怪》里面的女主角。你是喜欢单眼皮的？我喜欢第一眼看起来好像很丑的。啊，天然后后来越来越耐看。喜欢耐看型的，但如果是欧尼长那样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欧尼是什么？汤姑姐姐叫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听成欧尼。我肚子饿了。叫外卖。叫什么？针对 OL 风这部分，你应该是比较清楚吧？师兄，今天是你生日，祝你寿比南山。对，然后今天特地用这个发型。晚上要去吃餐厅啊，这是师母做的哦，好用心哦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是没有露正面的，所以可以给大家看。背面这边的话就不行。OK， 各位，那这一次的改造呢，就到这边。虽然说只有染这个颜色啦，不过整体来讲的话，它那个头发质感其实变得跟原本其实差很多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说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个片见喽，拜拜。针对这次的改造，觉得怎样？很满意啊。如果一到一百的话，可以给100分。应该是给120吧，120爆表了，已经没有办法打分数了。有一点点卷度，其实看起来还蛮浪漫的。